们搭经济是要跟所有的轨道，我们都要结合起来。个人认为，那个轨道的一个经济啊，它其实是一个枢纽的经济。那过去其实台中在很清楚被轨道切割的一个南北两段的都市啊，开始有一个缝合的机会。这些许许多多的铁道文字，有各种不同的类型，它呈现的是一个完整的台湾当个时代的生活的想象。反正就是能够创新，因为它作为中部地区的一个核心，保存这些古迹需要很大的经费跟人力哦，那你怎么维持？所以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移动的动物园，也可以是一个移动的植物园，它更是一个移动的生态教育。也是我们宜兰段一百年的一个典礼。我们祝福宜兰县南段苏澳礁溪通车一百。